20年前被抽中成植物人的小米菇。哇，谁是小？不是这样讲的哦，虽然我汉草好，那像咧马道，人坐咧烟斗，那像咧金城武，人缘好，搁大家拢介意我。啊，不过重点是我只是一个上爱进路的平凡人尔，迄种怕嘛是会疼的啦。我本来不是要对你出手的，啊，不过你根本就不应该清醒。我应该出卖我。你上好是乖乖听我的，知影无？你阿妈为着要照顾你，已经真忝啊。所以我有伫暗顿内底加料，让伊当困到天光。我是有什么东西给你看到的啊？我是真是哦，你为什么暗藏你的心意？你到底有什么代志是给我发现的？你问这个问题是假问的，无的代志讲敢那有同款，我真就想要笑的。这点见识，你看我的外表，我的能力，我要底线要看查某人无？我哪有所去经历千过古话啊？张家良，我唔相信你。你今仔若无讲出事实，今日我无可能离开家。
真的就入围呢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我坦白跟你讲啦，那是因为我今日要传一条裸照，我的小女朋友，就是我无穿衫、无穿裤迄种的，叫我传唔到，传去你的手机啊！我今日若看到你误会，讲我介意你，我今日看到我的身材，你感觉真惭愧，所以我就拼性命走回来，想要把相片毁掉。这件事，你讲，我答应吗？我是想。我的